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很精彩啊，这场比赛整的。残酷的加时赛，五分钟的时间分出高下。右脑，右脑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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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少杰，严帅拖。哦，严帅，严帅，哇，突然爆发。严帅第四节最后时刻的那个关键三分留住了比赛的悬念。来吧，聂天成，篮板，刘毅突破没有上进，篮板球拿下来，在外线一个三分球，王炫的三分球帮助红队反超。防守，王少杰，王少杰需要接应，刘书桐超远，好球，快下，快下去，投，好，投篮，聂天成 ，for three， 漂亮，再次追身的三分，有球的，王仕鹏指导的红队在加时赛又把这个准头找了回来，刘书桐。很好的身体调整能力 Eurostep Signature move of their coach， 自己都快摔着了还能打进去，身体素质真好。好，刘毅，刘毅去那边，我在这个角。王炫调动队友把帮助人拉开，双方打的是非常的焦灼，分差咬得非常紧。哇，好球，高崇伦这次选择自己上篮，体现出了他对于防守的阅读能力，头脑还是很冷静。韩学勤没有进，郭凌川关键的篮板球，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啊！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超远三分，慢一点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Let's go, push。刘书桐 ，crossover， 啊！刘书桐一个漂亮的过人，将比分追平了。刘书桐是真正的乱战高手。Oh my god！ 刘书桐挺厉害呀，刘书桐。And foul！ 防守，防守。Once again, we're having a tie game. Game is tied. Travel, travel. 走步。Time out. 把王少这个王少杰摁住，每个人都回来抢篮板。抢完篮板之后，我就要暂停。Y'all play this game, big fella. You go up this pick and roll, set a good screen, then get the ball back. You go to work, okay? I need you to get him the ball back. 打完球之后传给少杰，少杰让他打。禁区制造犯规。红队加油！一分。最后36秒，到底哪边能把握住机会？Let's get ready for the final battle. 防一个，防一个。35 seconds remaining. Team Black has the possession. 严帅 ，There you go. 王少杰 ，Get down. 杀向篮筐。Yeah. 哦哦，最后这下竟然没打进。扣啊！犹豫了，犹豫了。一个一个，好，暂停。Another timeout， 大胆投，好好好，有机会就投，没关系，你们谁有机会都投。不着急，上顶，叶子，叶子睡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来走走，在上面，上面的，九秒，考验黑队的防守了。篮篮外线，刘书桐关键时刻一记盖帽，刘书桐
We are going to the second overtime. Second overtime. 又加时啊！可能太累了，很懊恼。然后那个球如果进了就好了，但是确实是我的失误。Good move. We got the ball with 35 seconds left, and we called a simple play in the timeout. And the play was to have our big man set a pick and roll with the one, and then throw it back to him and let him go isolation one-on-one. And he did it. And we got the perfect. We got right there. And sometimes basketball guys wasn't with us. Sometimes you miss him, and sometimes you make it.哎，待会儿我在里边拿球的时候就都溜走溜走，别站在这儿，站在这儿防守人就在这儿，把空间拉开了给我。好好，我给你分开，给你分开 ，OK。要不每次都一打二一打三，没好好球没关系，机会都跑出来了。打到第二个加时的时候，我觉得技战术就是决定比赛的最次要的那一环，我觉得最主要的那一环就是意志品质和信心了。上吧，上上上上上。来来来来，加加吧，再加我球，再加我球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红队加油！必胜必胜 ！You go baby，come on，come on！ 行，对吧？必胜！好，第二场加时赛开始了。没有。哎，刘毅，吴翔镇又来了。这次没中，上半场比赛他一个人连中四记三分啊！严帅，郭凌川 ，go， 转，哎呀，我天哪！哎 ，don't worry about it，don't worry about it，you got to go。第二个加时一上来，双方打的都有些紧张，看活。吴翔镇掩护王炫，刘毅，没有失位。聂天成中距离，哦，聂天成中距离再次命中，投的毫不手软。聂天成今天真准啊！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还是全场防守，严帅主控，扑进去。好的，王少杰。胡翔镇五次犯规，五次犯满毕业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比赛已经打到第二个加时，黑队还是要靠王少杰一分一分的凿。第一罚命中。21，take him out the game。Two for two， 又平了，比分再一次被追平，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顽强啊，谁都不愿意认输。聂天成，底线 corner， 张子毅防的到位，聂天成另外一侧 another corner three， 聂天成真是大心脏啊，红队。第二个加时赛又突然下起了三分雨，接应接应，得有球员接应，大个儿运球不提上啊！王少杰没有人接应啊，被迫失误，红队顺势发起了快攻，漂亮，65-60 ，Go 领先五分了，来，接应接应，得有球员接应，人帅，要打大换防。王少杰进去要位，要给 double team， 哦，王少杰 dominating。回来！聂天成又来了 ，sniper！ 聂天成真的是大心脏啊！
回场了，回场了，回场了。韩学勤出现了失误，现在啊，每一次的失误都将是致命的。走走走走走到底线去，传给小念，投篮。